第一个阶段我们用到的是一个Carrot 跟 Yellow 混合的颜色啊。那我把调色盘立起来，大家看一下。这样的色彩呢，我们通常呢，我们会用画刀，这种小的画刀，那用这个方式呢，跟这个方式，从这里调起啊，从这里的时候，红色你拉下来了，然后再用 yellow，然后呢，再把白色呢放一点在这里，于是呢，这边会越来越亮啊。那相对的，这个 cerulean blue 也是从这里，yellow 从这里到这里啊，然后白色到这里，所以呢，这里的明度呢，你会看到。都接近4.8，也就是说冷色跟暖色的4.8都集中在中间了，两边都是接近5.2，所以呢，我们以 low key 的这一种脸来看呢，我们可以很容易的掌握，因为这个地方就是额头，这个地方呢就是它的阴影暗面的部分，这个地方呢就是它的亮面，这个地方呢就是在脖子下面，所以基本上这就是一个人脸的位置。这也是多年来 Romeo Di Lotto 他们用调色盘来分析或者是来控制他们所用的色彩的量的大小这样可以画得很精确。好，我来下一个阶段，我们下次再聊。这阶段你看到一个黑色的胖胖的洋娃娃跑出来了啊。那最主要我刚才的过程，你们可以看到，缩时摄影里面有用画刀点了两个白跟一部分的嘴唇。那这样的效果呢，你们很明显就可以看到光马上聚集在那两三个点里面。那没有上到暗面的呢，就形成了一个亮面。那意思就是说，这个的亮面其实我们都不用再加什么颜色啊，只要在冷色上面下点功夫就可以了，它就会形成冷的颜色在上方啊。那这上方的冷的颜色呢，我们待会儿就会是用 cerulean blue 跟 yellow ochre 加上又混上一点点cadmium red 跟白色啊，这样它就会形成一个这种错觉。另外一个，我们常常在画的时候，我们对形状还是很要求啊。我们可以眯起啊，也不用眯起眼睛，你大概可以看得出来，这样的一个形跟这样的一个形有一点点差异啊。很可能就是这个脖子稍微粗一点，然后这个地方过来一点，然后这地方呢稍微修往里面进来，哎，脸瘦一点啊。OK，所以形都不是最重要，因为那个都是可以从外面像雕刻一样慢慢去解决它。好。所以，我们第二阶段，我故意暂停在这里，我们分享一下，到底你画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这个步骤呢，你会有什么样的想法？我们有了定位，我们有了色块，我们有了交界，所有的暗面，我们大概大致上都底定。那我们再来，要怎么样让它趋近于我们现在所得到的资讯啊？从画布上得到的资讯，然后呢，在画的过程中，去想我们哪一块。是可以让我们放置我们想的想法。OK，我们待会儿再聊。这个阶段我还是稍微讲解一下哈。我们通常可以看到这个比例跟这个比例可以看到这个比例跟这比例，显然这边要长一点点。好，那怎么办呢？一个就是把这个头发降下来，一个把这个下巴拉下来一点。好，都可以了那我想形是最后我们再去慢慢修改。那我们这个阶段呢，除了形之外呢，我们可以进一步先去处理背景的部分。那我很不喜欢把东西、把空间切割着什么背景或物件其实物件它存在于背景，它是一个感觉，就好像你老远看到一个东西存在，那这个存在的感觉呢，远超过物件它那个本身的形状。所以如果没有形状，那就没有所谓背景，因为它跟背景是互动的关系那它就已经融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先把融合的这种关系，我们先把它做出来一部分就好。好，那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人的脸的形，我们能够怎么样再去把它改变？好，那我们来继续。几乎是快完成了，可以看到这一块啊，刚才放错了一个明度而已，就一个绿色的色彩，所以你看这个整个颜色就变黑掉了啊。那这个也不是太难救啊，我们常常会看到，各位看到的，你们会有这种情形，就是用你的白色把它整块覆盖啊，因为白色的覆盖性很强，你把它覆盖完了以后呢？一段时间呢，你再把它处理啊，它就好了啊，这样就不会黑黑的啊。因为看起来我好像是故意画上去的啊，其实不是的啊，我只是要让你们知道啊，任何一块色彩，当它干了以后，它其实是跟一块画布一样啊，并没有什么差别啊。我们可以试试看。好，我们现在再聊啊，另外一个啊。这个鼻子，我们常常看到的就是鼻子下面有个反光哦，你可以用开点 yellow deep 就是色彩比较浓一点的啊，然后你把它转圆圈，哎，忘了把音乐关掉啊，有点吵啊，那大概是这样的意思。那这个白呢，我待会儿就会处理掉，所以我就不再多解释了。那再来处理一下头发，OK，我们下次再聊。